发小让我给他做美甲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近一点。还要再近呢？这什么话？这我说的是我们的感情。那再近就不礼貌了，哥们儿。那你进来吗？进来，进来干啥呀？进来。你想啥呢？我就想做个脚趾甲，我想让你帮我看看做哪个好看。我们只是发小，是不是过于暧昧了这个关系？你快点，你别磨叽呗，赶紧看看我这个脚型适合哪个。那行，给我了，我给你挑，就这个呗。我感觉这个跟你脚趾头得挺搭，这个。那再说你这玩意儿呢，你做完你放鞋里，这不也看不见吗？你老做它干啥呀？那我光脚的时候不得露出来了吗？那几个能看着啊？别看我呗，我害怕。快学来，学会了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啥、哎、呀？教程不是，为啥非得是我呀？你学会了，那不就省钱了吗？我嫌弃你不行吗？宝宝，嗯，我是你发小，不是你对象呢，宝宝。那我亲你了。不好的呢。你撒楞的吧你，这都便宜你了，知道吧？哎呀呀，这这小鞋，哎，这是就知道玩，怎么一点也不上心呢？修甲型，推纸皮，磨甲面，涂蛋白质结合剂，照灯，涂加油，照灯。你不玩游戏呢吗？你啥时候学的？你怎么不看我玩的是啥呀？我玩的是这款介于远征启程、立体斯全新的放置卡牌手游大作，一键战斗推关卡，轻松不甘。不管是工作还是做指甲，都不影响推图。挂机就能领取大把资源，角色等级和装备都是一键共享，抽到新角色也不用养。光速毕业，秒上场，战斗玩法也是多种多样，开放世界大冒险。新增的地形和机关设计花样又多又刺激，立绘画风质感更是没得说。角色也从纸片人可以成长为各种帅哥美女，赶紧加入，还有丰厚福利可以领呢。行吧，算你没糊弄我。开始吧。那个有点快，能不能让我那个准备准备？让你准备啥？我有点恶心。这不是你最喜欢的了吗？你不老在人家视频下面评论人脚趾在哪做的好看爱看吗？装，来，你接着装。现在我给你机会，你还降上了？这不得维持人设吗？这个，你维持吧。我走。哎，我错了，错了能好使吗？我给你补偿。怎么补偿？全套的一个足部按摩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哈，在这儿等我呢。不行，还有别的呢。还有啥呀？考虑考虑。考虑啥呀？考虑不了。